今天没有事，出来溜达。我们来到了一个芒果园了啊，这是云南省丽江华坪县的一个芒果园，是。我们看看，觉得那个硕果那个呢，这称得上叫做啊，这个芒果园的芒果哦。每一个芒果都是头了，一个的，它为了。不比晒伤，看起来的话卖相要好一些。这样的话头了一个袋，你看，看全部是芒果，硕果累累啊。大家看一看芒果园是一个什么样子啊？就是这个样子了啊。一个特写芒果，这一个芒果大概有2斤左右吧，应该是大的有2斤左右，小的最少都有半斤。满山遍野都是，那北面山上也是。我们看一个拉近一点看，那边也都是芒果。这里这一片都是芒果。我没有无人机，现在今天没有用无人机，用手拍的，看不到上面，看的地方比较小。我们看这一根，这一棵芒果树，这棵芒果树的芒果都大了，还有点大。都是几斤重一个的芒果，今天的太阳大得很呢。哎呀，我也没有带伞了，也没有带帽子，没有带防晒的设备。哎呀，快点，要回到车上去了。大家没有看过芒果长什么样的，大家就认真看一看了。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在网上分享。太阳真是太大了，一会儿就会要把我晒黑了，快点回到车上去吧。